今天是星期四，你收到了一封邀请信，飞机又被抓走了。欢迎来到纸片马里奥 RPG， 订阅以获得更多好吃的冷饭。大爷，醒醒吧，已经可以看到大爷说的恶棍症了。等等，恶棍症这个名字听起来跟犯罪界一模一样，所以说碧姬公主为什么要来这个镇？抱歉，我和聊天室在前几天发生了一点意外，作为惩罚，我在今天举办了骨头日，想知道前后文，欢迎点进说明栏的连结。你们几个想做什么啊？这不是弹头博士吗？嘿嘿，你们几个，把这个小妞带回去根据地，谁要跟你们这些人走啊？哼，小姐，关我什么事？先不要管太多，使用跳跃和锤子使劲攻击就对了。姐姐，我才刚下来，你怎么知道我有锤子的？我可以直接拿锤子用力的棒他，然后跳跃的话也是踩到他的瞬间跳起来就可以再继续连击。然后这就是有经验值的马里奥系统了，因为后来的那个游戏都是假 RPG。赞，集合，好密集，所有人给我上啊！是的，老大，我现在立刻上去。马里奥无惨，没有没有，他们比较惨。OK， 为什么我们要搭船？我们会瞬间移动哦。我叫做克里斯丁，是克利福尼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哦，请多指教。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个恶棍镇真是令人受不了，到处都有奇怪的家伙在走来走去。你说你也在寻找传说中的宝物 One Piece？ 哦，中间就是处刑那个哥尔罗杰的那个地方吗？想要我的宝物吗？去找吧。接近人或物品时，克里斯丁的头上会显示这种图示，这时候只要按下 X 就能听到对象的人或是物品的相关说明哦。史比特·瓦根是吧？ OK， 你是克里斯丁吧？一年前曾修过老夫的考古学课，是与你身后的男人，老夫记得是赞，是谁呀、啊？没有没有，那个我认得出来，他是克里斯普瑞特对吧？集齐七个新知识，将会开启通往宝物的千年之门。在千年之门前，高举魔法地图，繁星将会指引星矢所在之处。但是我们少了最重要的魔法地图，只要有那张地图的话，我真的好奇魔法地图在哪里。什么？这。真的吗？既然知道了，那就快走吧，克里斯丁、马里奥，有我。垃圾桶内空无一物。那现在呢？垃圾桶里面有东西了，哈哈哈，就是我。哦，等等，喂喂，这位大哥，你身旁的小姐很可爱吗？是谁？是麦块骷髅头弓箭手吗？原来连 sense 都在，这胡子大叔还真嚣张啊！我要在可爱的小姐面前羞辱你一番。既然说我很可爱，你们很诚实嘛。不过你们这种人是我最讨厌的类型啊、哦！被讨厌了，你被女生讨厌了，看来只要给你们颜色瞧瞧了。这音乐好赞哦！哇塞，这场战斗无法逃跑，我看起来也不需要逃跑就是了。史比特瓦根会做什么？百科知识，哈。精彩的一读，他是力宝宝，这本书上说他是小兵中的小兵，可谓小兵之王。这个是称赞还是嘲笑？写的真是没礼貌。 OK， 我大概知道是哪一个了。他是飞行力宝宝，简单来说就是长着翅膀的力宝宝，虽然飞在空中时垂死打不到他，但只要使用跳跃踩踏他，就会掉下来变成普通的力宝宝。不过飞行力宝宝若没了翅膀，是不是就只能以普通力宝宝的身份度过余生了呢？哇，好可怜哦，让我把你的翅膀摘下来，顺便把你的头也摘下，你死了。我可以把它推下去吗？滚！结束了，我有高地优势。难道你听得到老夫的声音吗？我听到了，我确实听到了。Sense， 你在那里面对吧？想得到新知识的话，一定会需要老夫的力量的。所以希望你们能先找出这个箱子的钥匙，放老夫出去。希望里面是 Sense 捧着100万，一点都不可疑。这个开宝箱有点煞气，谢谢你，才怪！哇哈哈哈哈 ！bug， 是 sense， 我彻底上当了，谁要帮你们了？尝尝本大爷的诅咒吧！哈哈，哇塞！如果是在另外一棚的话，那被打到一下就会出现 game over 了。今后你只要在某个地方按下 Y。就会变成纸飞机，纸飞机，哦，真的可以飞耶！所以马里奥的能力就是他可以把自己从 PNG 变成 JPG， 然后再折成纸飞机。如果不想飞了，按下 B 就能恢复原状哦。好了，我变回 PNG 档了。
这诅咒自由度真高。马里奥，克里斯丁，快看那个，那就是千年之门吧，真是太棒了。来吧，我们再更靠近一点。哇，跟刚才看起来大小一模一样，要再靠近一点吧。三子是你吗？你在千年之门后面吗？开启了一部分的地图，我直接哇塞上色哎，这就是我下一个要去的地方，那边有个星星，地图就像雷达一样标示出了星之石的所在地，第一颗星之石就在朵拉朵拉平原。各位，星之石在哪里呢？我敢肯定你找不到那个地方，给朵拉一点帮助好不好？刚才有人撞到我，结果弄掉了我的隐形眼镜，我现在正在找你，千万不要动哦。一二三，木头人啊！你踩到了我的隐形眼镜，我明明叫你不要动啦！快点陪我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在你买新的隐形眼镜过来之前，我不会让你通过西区。好嘛，那奇怪，明明就是二次元的，为什么我还是不能直接从他旁边过去？欢迎光临，这里是奇诺奇诺兄弟的店。你想要隐形眼镜吗？你请稍等一下。非常抱歉，目前本店缺货。如果说缺货的话，你们就不需要在那边窃窃私语了。我知道你手上一定有藏，不对，就在你眼镜里面。啊哈，看到我拿到了什么？不对，这是你的眼球。抱歉，让我把上面的隐形眼镜把它拿下来之后。好，希望你的眼球不会掉下来第二次。我眼睛好痛，你四八四没洗手。你的眼睛都掉下来了，你第一时间在意的是我有没有洗手。星星碎片爱好者叫做基大路哦，你的哥哥叫做基大奇，对不对？可以拿星星碎片跟他交换徽章哦。我可以拿更多徽章，变身器逼徽章。马里奥发动攻击的时候会发出奇怪的声音，真是太值得了，谢谢你基大哥，很好笑是不是啊？卖这个东西很幽默哦。摇摇很烫呢，抱歉，我有一个看到可以打的东西就想打下去的坏习惯。是触手，突然就 boss 战了。 OK， 就给你看一下老夫华丽的触手攻击啊！刚刚那个触手好大力，好痛，再来一次。完蛋了，力宝宝也会有火之花的话有点强。这样子的话，这只油油应该算是草属性的还是水属性的、我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二加超能，超能是哪个部分哦？我懂了，可能是要倒着荧幕玩才能让它进化，然后就会变强吧，之后就会有一个油油二之类的。关卡一，马里奥城堡日龙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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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多拉宫。各位小朋友们，多拉宫在哪里？爱探险的多拉跟那只龙结婚了，多拉的老公是龙，多拉宫 ，dragon， 龙。英语上叫什么？我不知道自己。我忍了很久了，就是我刚刚念整段的时候就一直想忍笑，然后再说这个笑话有多不好笑。亲爱的马里奥，如果你不知道该做什么好。这时候就尽管按下自己楼，听听看冒险的提示吧。你有用过锤子吗？试着到处敲打看看，或许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哦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很好，你现在走一步就要敲三下了，成功增加游戏时长。观众都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哇，游戏天才！哇哇，我们可以选 HP、FP 或 BP， 我觉得魔力很重要。这里是花花村，好久没有客人来了呢。自从那只恐怖的龙轰巴巴，你妈怎么帮你取这个名字啊？轰巴巴。对了对了，老夫曾经听说过那个轰巴巴手上有星之石哦。原来如此，有勇无谋的你，不对，勇敢无惧的你，愿意打倒轰巴巴是吧？等一下，这关我什么事情？我有说过我要打吗？自由选择的假象，前往打败轰巴巴。看起来今天不知道能不能打败轰巴巴，让我往他脸上扒个两三下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请等一下。我真好奇下一个加入我们队伍的是哪个角色。抱歉，还是算了，再见。好吧，看起来不是他。马里奥，快看那个观众，那个观众怎么拿着一个大石头？完蛋了，是在砸场的，是那个我实况到一半会丢音效板出来扰乱我的观众。此外，舞台上面也会发生其他各式各样的意外，我能不能成功走出这个片场啊？哎，这是东东，我知道这个。我的直觉反应都是直接先敲下去，我刚刚以为要跟他打。好久没客人来了，你是来拿太阳钥匙和月亮钥匙的吧？那就和本大爷一决胜负吧，你想逃也逃不掉了。刚刚那个开场很厉害，终于要开始了，大家耳熟能详的第65届紧张刺激问答大赛。那么马上进入第一题，
请问藏在这座石东城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？内裤，内裤，一定是内裤，路易吉的内裤。你真的要选这个答案吗？我感觉他在讲反话。你是真的要选这个吗？你确定？没有错，路易吉的内裤。只要答错三次，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哦。请问在花花村的商店购买蘑菇和火之花，总共要花多少金币？有一个问题，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。答案是八金币，是吧？不，我们只剩下一次机会了，各位。请问花花村的村长叫什么名字？看三郎。不是你，三郎不要回来好不好？看起来这个村是被三郎统治者，真是太不妙了。这个村子大概没过多久就要被烧掉了。啊，但是答对了，太好了，这是三郎。一句话，心之石在哪里？真的假的？我以为是错的答案。你们是真的知道是三郎，还是你们只是看到三郎才投的？是二对吧？轰巴巴城堡。太好了，答对了。好了，第五题，请问该如何从恶棍镇来到朵拉朵拉平原？你要赛车？气到我直接开车过来的了。我有一辆超级大跑车，开着它想去哪里都行。气到什么？居然是错的！你终于答错三题了。真可惜啊。如果你能赢过这帮家伙，本大爷能破例让你通过，不过你肯定办不到的啦。好好加油吧。哇哈哈哈，其实也不算亏啊，就是我们虽然说答错了，但是我们拿到了24点经验值。现在谁才是赢家？是这个梅俊。懂了，从现在开始算三个小时。没有没有， What the， 他刚刚是不是吸了我一下？我觉得魔力好了，但是我想当法师。有看过哪个法师血量很多的吗？我看是没有吧。丁姆对自己很有自信，不用加生命的。我是全破了王国之泪，然后还没有升我的爱心，血量对我来说根本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。是异色的，等一下，异色毛毛。天哪，宝可梦玩家他们每次看到任何一个颜色不一样的东西。不过现在才要开始毛，大家出来帮忙。这游戏对密集恐惧症真的很不友善。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手上有这个。滚出去，这边现在是我家了。马里奥，你好像收到邮件了。谁啊？你在旅途过程中遇到的人们有时候会像这样寄邮件给你，遥控记得确认一下。这个老头寄了一封邮件跟我讲说，有时候会有人像他一样寄这个邮件。真有你的博士。有时候有些人会跟他这样一样吃饱太闲寄信给你。那个，你是马里奥对吧？其实我爸爸为了打倒轰巴巴而踏上旅途，就再也没回来了。大家总是说我是个胆小鬼，不要听他们的，胆小鬼，没有人可以骂你。我知道这很危险，但是还是希望你可以带我去。马里奥，拜托你了。不行，你有女朋友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无论如何都不行吗？不行，回去好好陪你女朋友。如果马里奥你改变心意了，请跟我说一声吧。自由选择的意志，原来是真的。此路通往恐怖的轰巴巴城堡，奉劝软弱无力之人立刻回头。若仍坚持前往，则需用两股力量同时按下两个开关。克里斯丁，站在这里，听我的话，等等我数到三就一起按下按钮。待在这边哦，不要动哦。该死的克里斯丁，自由选择的意志果然是假的。没有人跟他说我需要他才把他带进来的，不要说出来。按下 X 就能把缩进龟壳的慢慢太郎踢出去。来玩球吧，你当球，字面上的意思。慢慢太郎，你真的打算去打倒轰巴巴吗？你可是既迟钝又笨手笨脚的乌龟啊，绝对不可能办到的。他是你男朋友哎，那个慢慢灵。不，慢慢灵，我想要成为一个强大的男人，所以我必须跟着一个强大的男人。不管你是胆小鬼、爱哭鬼还是软弱鬼都没关系啊。那个慢慢灵，他是你男朋友。慢慢太郎，你这个大笨蛋。其实我觉得带刚才那个比较好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他能移动的距离比慢慢太郎还要高太多了。因为我刚刚就看到了，就是这个徽章的话他必须切换。我猜我没有慢慢太郎了。敲这个 Nice。 这谜题如果克里斯丁能听人话也能解吧。对啊，他应该也可以，他的能力不就是解读吗？他为什么读不出来？是骨头，是骨头，伟大的骨头神啊，谢谢你赐予我们那么漂亮的骨头。现在我们牺牲慢慢太郎，获得连续跳跃徽章，只要动作指令成功就能连续攻击敌人。各位，100连跳要出现了，让我亲自示范示范。
呀，他应该只能跳四下吧？我不觉得刚才是我失误，应该只是只能跳四下而已。让我再拿另外一只来示范示范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跳得更差了？哎、欸，哦不，这该不会是……总觉得这具骨头跟爸爸好像。不，这绝对就是爸爸。你爸是骨头了？天哪，你爸好性感哦，爸爸！哈哈哈，看到他都开心的痛哭流涕了。这具爸爸的骨头上好像有一个像是信的东西。OK， 请你用 sense 的声音来读这个信件，谢谢。为了得到红包包而得到这个城堡，不过好像无法继续走下去了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要将自己所知道的红包包录点写下，以帮助今后来到这里的人。据说红包包很怕一种会呱呱叫的绿色生物。最后，我想告诉我的儿子查尔斯，爸爸永远爱你。没事的，查尔斯，我知道失去你爸爸很痛苦，但没关系，为了你爸爸，我们必须走下去。儿子查尔斯，不是麦麦太郎吗？查尔斯，醒醒！那件事情已经过两年了，你必须醒来，你必须接受。我们会帮助查尔斯脱离他爸爸的阴霾的，希望他能从他爸爸的思念快点好起来。既然来到这座城堡，简直是不要命！我不会再让你们继续前进了，在这里化为白骨吧！今天是骨头日。这游戏真的很不喜欢密集恐惧症哎、欸，直接把他们全部给砸了，骨头日没了。骨头日是什么笑话？通通砸了，砸爆他们！啊！我懂了，他们还会丢曲球，难怪会这样子。哦不，他怎么立刻就快死了？砸我干嘛？砸克里斯丁？等一下，现在想想，克里斯丁，请问……哦，没有，吓死！我刚刚以为他在吐舌头，我以为他爱黑眼，吓死了。像这样子就懂了。OK， 不愧是银天懂，哇，是阿黑眼哎，任天堂真懂我们。哈，好了，我觉得我们需要补血量了，对吧？因为血量真的太重要了，或者我们可以加 BP， 加 BP 之后我就可以装更多徽章，就不需要去管说我要装哪一个了。我真是天才！嗨，是那个超级可怕的诅咒大哥！哇哈哈哈！巴卡，我又被骗了吗？为什么我要说又呢？尝尝本大爷的诅咒吧！你又要降下什么我可以完全不理会的诅咒给我？当你按住 ZR 的时候，身体就会变成纸片啊！实在是太可怕了，啊！太可怕！等一下，我本来就是纸片啊！哦不，我变成一滴了。那么再会啦，愚蠢的家伙！哇哈哈哈！我要吓烂了，真的。获得的变身器 A 徽章，马里奥发动攻击时会发出青蛙的叫声。果不其然是这个吗？结果变身器其实是有用的。等等，如果我同时用变身器 A 跟变身器 B 徽章，抱歉，那个你不应该传送过来的，错的时机。这个城堡到底是用什么黑科技建起来的？为什么他们能一直这样撕啊？不是这个世界到底是2D 还是3D 的？我觉得它好像摧毁了我对世间的一切认知。而且我可以跳窗，还蛮酷，酷一个复活碎片，而且我还拿到一个复活碎片，赞！哦不，慢慢太，让我们欢迎慢慢太郎四号。我们可以记录一下我们死了多少只慢慢太郎吗？是一只米老鼠。等等，完蛋了，我知道这个要配什么音。这里除了我之外，居然还有其他客人啊，真是新奇呢！我是走遍世界各地的盗贼知之灵啊！律师还警告，律师告我这个啊！新知识？我不知道这座城堡里面有那种东西呢。算了，那所谓的新知识毕竟是你们先开始找的。服装是 SM 女王吗？真的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好像在人龙里面看过这个服装？也不是只有人龙，但是就是对人龙特别有印象。不，我的第二恋。那么我先告辞了，迷人的胡子先生，我们后会有期了。Miska， 刚刚那个人是怎么回事？不过好像有点迷人，我也是看不懂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米老鼠。查尔斯是想被踩？其实我也不太确定。查尔斯是不是摔死了第五次？第六次。所以前面五只查尔斯经历了什么？查尔斯六号，你需要示范一下吗？啊，查尔斯六号不，没关系，我们有查尔斯七号，欢迎加入我的队伍，查尔斯。你们想做什么？哦，是 3D 的，不行，我们只有两个 D 而已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但它看起来很强。看来你们也想抢走妾身守护的重要宝。妾身？它是母的吗？上啊，驴子。所以这代表它裸体？没有，它裸体是事实，但是也不需要。像是野外的动物，不管是公的母的，它们都是裸体。我们不需要继续这个话题，没关系。青蛙叫声。等等，对哈，我的那个徽章。自从以前吃掉巨大青蛙弄坏肚子后，妾身就最讨厌青蛙了。光听到这个叫声，身体就使不上力了。对耶，我都忘记了，我现在是超恶心的青蛙。啊，看起来超级痛的了。为什么要打脚趾？
荒巴巴好像很怕一种会呱呱叫的绿色动物。城堡内的某处似乎藏着跟这有关的徽章，你已经得到了吗？不然克里斯汀，我刚刚做的是什么事情？克里斯汀很聪明，但他就不会看场合。零，他烧了我一下，我是纸片，但他烧了我是零。Cool， 好了，你可以死了，或者你应该有二阶对吧？不可能那么简单。妾身输了，妾身投降，今后不会再做坏事的，可以原谅妾身吗？来人，把他打入冷宫，晚上十点的时候进到我房就当作是赔礼。妾身给你们一万金币吧。我不知道，这可能是个陷阱，但四个零啊，各位，给我钱钱，谢谢。啊、哦，你骗我！这世道可没那么简单，是你不好，不该上当。他其实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耶，投资有赚有赔，但是通常不会赚。太卑鄙了，怎么可以欺骗我的感情？他要做什么？他直接退啊、哦。OK， 所以这游戏有玩吞 play， 还有 SM 女王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懂了，因为奇诺比奥他们就是蘑菇，所以他才能吃他们的时候补十滴血。他刚刚好像吃了两只。堕狼光之石。啊、等一下，他们出来了，所以他们其实没有死掉。那他怎么补血的？他可能吃了六只，然后其中两只死掉，另外四只还活着。我的观众就是食物。等等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冰狗？不要这只手冰狗，谢谢。你要冰狗了吗？你冰过了吗，儿子？啊，没有，他吃了八只，两只死掉了，那个六只活着。好不甘心啊，好讨厌的感觉啊！他喷出了三十点。100块而已，刚刚说好是10000块、欸。冷静查尔斯，我知道他看起来像你爸，但是那个是漫漫太阳的爸爸。虽然我为了打倒红巴巴而来到了这里，结果却在被红巴巴的脚臭味熏到无法动弹时被一口吃掉。他爸在他的胃里面多久了，怎么会被消化掉？那个龙的胃是不是也会造成零滴伤害啊？真的好废哦，十年，这个是，哇塞，好三 D 哦。它看起来不像是这个世界会出现的东西。哦耶，亮亮的。第一个，哇，你儿子前面都摔死六次了。他儿子摔死六次了，但是他的爸爸十年来还活着。心之力量提升为2。另外，马里奥学会了特殊招式剧烈摇晃。我知道，这个在宝可梦里面叫做震度，对吧？我不起来是宝可梦。对啊，所以我的10000块呢？No， 我少了9900哎，赔我。